学一年级数学课本上册，把课本翻到第86页，不借位减法，24个果冻只给我4个。大哥原本有24个果冻，给了二哥4个。大哥有多少个果冻呢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。原本有24个，给了二哥4个，还剩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还剩下20。24减4等于20，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算。10位数有2个珠子等于20，个位数原本有4个，1、2、3、4，要减4，减掉这4个，还剩下20。算一算，19减1等于多少？19减1，这边一排有10个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这边有9，所以是19，减掉1个，所以等于1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所以是18。再看38减2等于多少？38减2，这边有3排10，10、20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，38减掉2个，剩下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，所以还剩下36个。你拿了30块饼干，我只拿20块。大哥和三弟的饼干相差多少块？大哥有30，三弟有20。我能从3减2等于1找出30减20的答案，为什么？30减20的答案是10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个位数是没有东西减的，没有数目可以减，所以只用10位数来减。10位数的3减2等于10位数的1，所以是30减20等于10。大哥比三弟多10块饼干，三弟比大哥少10块饼干，每人各把一只筷子折断，桌子上剩下多少只筷子呢？桌子上原本有48只，每个人一人一只筷子，1、2、3，有3只筷子被折断了，所以原本的40、1、2、3、4、4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减去了3，在个位数减了3，剩下40、1、2、3、4、5，剩下45，所以48减3是45。再看这个方法，48把40拿出来，8拿出来，8是个位，减3，3也是个位，所以8减3等于8减了1、2、3等于5，剩下的个位是5，然后把4010位数写进来，45。48减3一样拿到的答案是45。用以上方法算一算，69减5，69减5分成60和9，5和9是个位数，所以9减5，9减了1、2、3、4、5，剩下1、2、3、4，所以个位数剩下4，10位数是60、64。每人再把这捆筷子折断，可以看到爸爸手上有一捆筷子，我不知道它的数量是多少，但是我知道桌上还剩下21只筷子，原有45只筷子。爸爸手上有多少只筷子呢？原本有45，1、2、3、4、40，1、2、3、4、5，45只筷子。爸爸拿了一捆，我不知道多少，但是我知道的是桌上还剩下21。我拿45减21可以得到爸爸手上的筷子数量，所以减掉21，10位数拿掉2，20个位数拿掉1，所以21拿掉还剩下多少？还剩下10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，所以答案是24。我们也可以用直视的方法来算，45减21，5减1等于5，减了1等于4，剩下4，4减2等于
二，四减了二，剩下二，这是十位数，所以是二十，所以把二十这个四加零等于四，二拉下来等于二十四，所以四十五减二十一等于二十四。爸爸手上的筷子数量是二十四，找出正确的写法，算一算，是左边的这个正确还是右边的这个正确呢？对，答案就是右边的。为什么呢？四是个位，不能放在十位，一定要放在个位，放在五的下面。七十五，七十五，七是十位，五是个位，所以个位个位要对齐，所以是七十五减四。再看这边，我们算出了答案，七十五减四，五减四等于一，五减了四等于一，七拉下来七十，所以一加零等于一，七拉下来等于七十一。你们合力收拾七十四份旧报纸之后，二十四已经被收拾好了，还有多少份旧报纸未收拾呢？所以要用七十四减以二十四，我就能找到还未收拾的旧报纸。七十四用算盘来算，十位数有七、五、六、七，个位数有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减掉二十四，十位数的二推下来，个位数的四推下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推回下来，一、二推回下来，所以剩下多少呢？剩下十位数的一个五，所以答案是五十。七十四减二十四等于五十。用你喜欢的方法算一算，九十八减二十六，九十八减二十六等于多少呢？我们可以看到九十八减二十六，我用直视的方法，这是个位数，这是十位数，八减六，八减了一二三四五六，剩下二，所以这边写二。九减二，九减了一二，还剩下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还剩下七。九减二还剩下七，所以我的答案是七十二。再看五十三减五十，五十三减五十，这边是个位，这边是十位，三减零等于三，五减五等于多少？五减五等于多少？零。但是我们不把零写出来，只是写个位数的三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教学，谢谢大家。